清空现有的水槽，安装内部过滤系统。阿伦第一次吸流造景，完成组合过滤系统，推平溪流水域地形，植入野采造景流木，野采木上带有藤蔓，放入溪流型造景池，大小石块自然排列，天然造景池看起来很有型。注水后溪流效果呈现，造景石加上鹅卵石，溪底效果呈现。小小颗鹅卵石溪底更有层次。完成硬体造景了，请看续集水草造景。关注我，并点赞，分享更多水草缸的影片哦。